好啦，咁啊星期一翻翻嚟，即係俾你晚報啦嘛，身邊有江少啦。今集咧嚇，咁即係阿江少，咁啊可能我哋啲器材，因為星期六啊，我哋即係錄影嘅時候咧，就燒咗其中一部嘅電腦。咁、哦、我哋 operator 已經即係漏嘢連嘢就即係搞啦。咁啊，所以今日就係第一次用呢部新電腦嘅。咁啊，希望就即係咁啊，冇咩問題，可以平平穩穩、安安全全啦嚇。咁啊，應該冇事啊嘛。即係暫時睇就冇嘢，咁啊，所以各位都可以多多包涵。咁啊，今日即係會有光笑啦。因為嚟緊譬如即係第三四節同第五六節都有兩位唔同嘅嘉賓。係。咁啊，都係兩位即係我叫做活字典嚟嘅，講好多歷史。咁啊，蘭姐上次都嚟過啦。咁啊，又即係蘭姐做咗幾十年啦。媽咪由香港咁啊做到澳門，咁啊講以前好多話嗰啲社女啊，甚至即係嗰啲。囡囡啊，點樣俾邊一代啊？點樣即係喺條街啊？見到你靚夾你上車輪奸你咁啊！之後即係咁恐怖，即係逼你做雞係嘛？你想佢逃走打到你即係不似巨人形咁啊！都好多呢啲閃啊，同埋去到即係後屘啦嚇咁啊！嗰啲即係日式卡拉 OK 嚟啦，咁啊嗰啲即係大陸嘅誒咩佳麗嚟之後咁啊，成個市場點樣變啦嚇？咁啊今次佢都會即係會繼續講啦嚇，咁啊即係呢啲咁嘅香港歷史啦，甚至澳門嗰邊咁啊又係點啊？因為佢澳門咁啊都做過幾年。咁然後第五、第六節咧嚇，咁啊亦都會有即係一位嘅嘉賓，咁啊呢位嘅嘉賓，咁啊都會講下咁啊，即係柬埔寨點解咁多啲詐騙？因為佢喺柬埔寨做嘢都做過唔少日子，香港人嚟嘅，咁啊甚至喺柬埔寨佢親身嘅坐監經歷，黑肉斷腸歌之柬埔寨篇啊！咁我覺得即係啲題目都幾有趣嘅。咁啊當然啦，即係阿江少啦，今日我哋頭兩節咧，咁都要繼續講翻香港嘅即係新聞嘅。咁啊今日啦，我哋再邀請到蘭姐啊，咁啊蘭姐咁啊你都第二次嚟啦啊。好，咁啊嚟到第五節啦嚇，咁啊即係我側邊咁啊就阿細哥咁啊阿即係老細。好耐唔見啦，好耐。好耐啦，上次你嚟就係即係。2015年7月定8月我。藍皮書或者九年前喎。九年前啊。咁啊，即係你哥喺度嘅嗰時。咁啊，即係啲網友咁啊，可能有啲第一次佢睇你啦，可能有啲就即係見過你啦。喂，咁啊，其實你都好多姿多彩喎。梗唔係，我哋以前就係、是。十年前喺澳門嗰時就係、是。咁啊，香港可唔可以簡介下？咁啊，以前你有馬有澳門啊？簡介下。係啊。我諗我今年65歲，啱啱過咗65歲。係。我以前做電腦嘅。係。後來咧就。因為好想好短時間揾錢，咁有朋友介紹揾啲練馬師俾我識，就走去做跑馬。其實跑馬我又揾下錢嘅。後期喺1990年又幫我用手停，揸住幾千萬。咁嗰陣時又上時啱啱起，嗰時唔有英皇娛樂嘅，因為英皇炒外匯，咁自己諗住啊都係聰明仔，佢話喂阿盧西，你啲膠仔咁好，你應該好容易迷到啊用手停堆喎，用手停嗰時係起緊，都冇而家咁巴閉㗎，輸咗幾千萬。所以幾千萬俾佢，跟住我就唔做。唔做佢問我你識唔識坐大啲啊？我梗係識啦，叻唔叻先得㗎？我坐十次贏9次叻唔叻？哇！佢真係啊，因為以前我哋已經好興名牌啊、錶啊嗰啲。佢話你咩都唔使搞，今晚有個 party 嗱。嗰時我嗰啲位咧做外匯嗰啲高級副總裁，你個位就照搞。你嘅月薪咧就50,000一個月。咁另外咧，你幫我坐大啲，輸就佢嘅，贏我分10% 俾你。你今晚就開始就係同佢啲台點會啦，同阿童叔，同阿劉聯雄，同埋阿羅兆輝，跟住喺嗰段時間就揾到錢啦，今朝做，但係咧唔知喺1994年都，你哋睇翻啲報紙就知道發生一件大事，搞到楊秀晴即係又要拉又要成，你唔做啦，阿盧世唔好意思啊，我暫時冇興趣處理呢啲嘢，咁我就。走咗個澳門，投靠咗一啲大哥，所以你頭先阿蘭姐講咧，但係佢講啲咧就係九幾年前，我就九幾年以後發生嗰啲，所以又比較卡那啲。頭先我比較有興趣咧，佢話講嗰啲成數啊，啲網友唔知有冇興趣聽啦。咁啊，但嗱，我好熟嘅，同阿華哥洗米華，佢發達咧都係呢啲，但係佢又唔係話，譬如你。用10,000元嚟計啊！頭先佢講，哎呀，我同你買2,000，即係我講一講啲即係實事嘅俾你聽。佢哋抽成仔係點樣抽咧？但係我哋又唔中意做呢啲嘅，即係其實係變相嘅放好貴好貴嘅貴利。即係例如
佢而家揾好啲客，佢通常咧睇到主要做香港人嘅，因為香港人咧一般有兄弟姊妹、有樓或者有個電話，佢 confirm 到你嘅電話係揾到你得啦。因為佢個風險唔係咁大嘅。但係如果佢輸咗，譬如我假設啊，林康正，我俾10,000蚊你，即係我睇到你個樣都值噶，見你賭都有幾千蚊鋪，但係有條件嘅，個條件我俾10,000蚊你咧，就係、是、咧每一鋪你最多賣1,000蚊嘅啫。但係咧贏。就抽你10%，輸就冇啦嚇，咁你咪有贏輸贏輸嘅，咁佢咪當放貴你啫嘛，你唔會攞10,000蚊一次個輸曬噶嘛，贏輸贏輸之中，譬如抽你10%，你贏1,000蚊，咁你咪變咗你10,000蚊有10鋪玩最少啊，你冇理由連續輸10鋪噶嘛，你輸10鋪你咪黑到痹咯，你又翻屋企瞓覺啦，如果到百家樂要你輸曬都難噶嘛，如果斷賣好啦，咁你啲人如果輸咗真係冇啦，其實喺中段佢已經賺咗你有。我諗有3,000-4,000蚊，嗰啲係利息。但係如果好彩咧，以前我哋賭去澳門賭錢嘅規矩咧，即係我哋去賭又唔使錢，即係唔係唔使錢啦。輸咗你要找數。譬如我阿老細得啦，你攞100萬，我俾你。但係咧有個不明文嘅規矩，你冇得攞翻佣金。其實而家我都做過有幾個賭廳咁樣，個佣金你冇得攞，贏咗咧你要俾 10% 小費，俾放馬俾你個人。即係以前我哋就係做咁樣做嘅，但係咧頭先我聽阿蘭姐講嗰啲又比較一般，即係低嗰啲啊，即係古惑仔啊或者騎龍嗰啲啊，即係夾佢翻嚟嗰啲人要揾錢啊。咁你喂老細你又好啦，我放出去你佢因為咧佢收佢利息㗎嘛，譬如我要俾10,000蚊你，好似佢講得啱啊，但係佢一般我哋收1,000蚊一日嘅啫，2,000或者個銀碼大啦。譬如有人夾咗佢翻去，通常佢點解？借錢俾你，你起碼俾個身份證，俾個電話佢打電話 confirm 你係揾到你呢個人先，即係基本上你都唔係點講大話先，佢揾到你佢先搏嘅。但喺搏之餘，佢搏你贏嘅喎，因為贏輸佢冇所謂㗎，每鋪佢抽你水㗎嘛。你其實和和嗰個佢都當放貴你啫嘛。有啲即係佢拉雲贏嘅都有㗎嘛。以前我哋做好似華哥以前就咁樣有啲咁樣賺佢第一桶金嘅，但係咧。即係我哋老家仔咧，都覺得佢好唔抵嘅。你可以問下全世界江湖人又好，有錢人好，你問下華哥有冇爭人哋斗領嘅？冇人冇，佢冇爭人一毫子嘅，全部清楚。但係人哋爭佢就多啦，億聲嘅大把。所以佢而家佢一出翻嚟，而家話判咗唔知18年、21年啦，好似係講翻18年啦，就充咗200多億啊。但係據我所知咧，有好多好朋友、好多兄弟。點解一路要刮佢？咁以前佢嗰啲 credit 大到不得了噶，佢都好多兄弟。喂，好似你信得過嘅，我又俾 mark 下你咯。有好多唔敢翻過澳門噶。咁佢出翻嚟之後，我話嗰個如果真係出翻嚟嘅，有錢嘅一定俾佢使嘅。但係而家就梗係辛苦啦。佢真係好全力去撈賭，其實係好叻嘅。其實佢幫澳門抽咗好多税嘅。佢自己我都唔明白，即係太過熱啊！但係而家好多澳門啲撈家都唔敢翻過去㗎，因為佢。大陸最唔一樣就抽後算帳，佢 check 翻你好多人咧，好多未敢翻去住嘅。但係我所知咧，而家澳門仲係有人做緊特馬，但係而家做係仲好做。其實我都好想有機會做翻，希望有老細支持，即係我有我嗰種做法就冇乜風險嘅。點解咧？而家澳門係唔准放馬嘅，啲舞廳啊、便利店、Venetian 啊、COD 啊，間間都有做嘅。咁你咪好，你帶客嚟。我畫個位俾你，嗰度20張台、30張台，你喺嗰個位度揼下，咁你一定要帶現金嚟喎。而家傭一樣咁高嘅，即係可以去到1.15、1.2都有嘅。佢未去唔去到以前我哋做1.3咧就難啲，因為佢都有個成本噶嘛。因為大家都識計數嘅，賭百家樂個成本咧，我都話你個殺數係2.5，我諗識聽我會明嘅。你1.幾，因為你又要出人工、燈油火蠟、租金，你變咗佢。俾到1.幾已經好高㗎啦，咁而家好多人做緊嘅，但係你最好㗎啦，你拎錢嚟，你冇得放帳㗎，放帳咧尤其大陸你收唔翻嘅，咁你香港如果你放咗你收唔翻係你自己嘅事嘅，其實今日嚟又唔係講呢啲嘅，因為我嗰日上兩個禮拜我聽到我哋特首李家超啊唔知無端端走拎咗去柬埔寨，因為我就去咗柬埔寨2年，你幾時？我經歷我係後期嘅，我真係好撚失敗嘅。我2019年11月到啦，我一去到有好多人已經同我講：，哇！你嚟遲咗啦，佢話細哥，你早啲嚟，你又有運行。因為我一去到再翻好多人，跟住去到就知道嗰個故事點啦。咁你哋查翻，其實我主要都係去西港，其實叫西哈魯克港，佢有幾年係好發達，
人哋咧早叫我過去，因為我呢十幾年都落緊難噶嘛，因為我好多街數收唔翻嚟。咁佢話你早啲過嚟就好啦。你個原因就係原來咧喺20，我諗西港係旺咗幾年，咁我都會查點解問幾年咁旺，同埋咧嗰時點解會氹到我過去咧？佢話喺嗰度啊做一個小姐，佢有夜總會噶嘛，好蓬勃咗一時。咁我聽翻話真定假噶？邊度咁好揾噶？我好窮噶喎，簡豪就係你嚟啊真噶。卒之我有啊去玩夜總會啦，講唔講都冇所謂叫王府啊。其實澳門有一間，澳門有一間王府，嗯，就係喺Gallis， 我唔記得咩名，Gallis 嘅前身係咩啊 ？Starwell 啊，叫中文我唔記得，有一間王府。跟住咧就有一間又有一班老細又係去咗西港開咗一間王府，就係佢用翻好多澳門王府啲媽咪，啲女仔亦都係主要大陸妹，因為你柬埔寨女仔啊。越南女仔好平嘅啫，但係大陸女仔係貴啦，因為佢通常要睇個好靚啊，但係又揾好多錢。爭幾遠啊？嗱，我話俾你聽，大陸女仔嗰時話俾我聽，你坐台，譬如而家帶十個八個嚟坐，你坐啱嘅，你 OK 就1000蚊美金。所以柬埔寨好得人驚喎，點會有可能咁多㗎？你嚟睇啊，講我冇用啊，即係一般咧好標青啊，因為你要揀，因為佢要好多吸引人哋過嚟，1000蚊美金坐，但係咧。咁我梗係去過好多次咧，了解咗之後咧，原來好多女仔要陪吸毒嘅。嗱，你哋即係講啦，冇人信啦。柬埔寨反濫嘅，吸毒咧唔係話成日大麻，好似泰國合法嘅，佢主要開心水、care 粉呢啲好攞命嘅。咁好多女仔做3個月半年就殘曬㗎啦，因為佢吸咗毒咧，嗰啲男人啊亂咁嚟㗎啦。咁佢跟住話你。而家講緊係1000蚊美金，你就陪嗰啲客玩3-2個鐘啫喎。但係要搞嘢噶嘛，要上房，加5000美金啊。所以啲女仔、女人咧，佢當發一場夢，佢當咧自己拍一場3級片，即係拍1年好半年。通常3個月半年咧，佢唔做噶，隱姓埋名，都個個都揾到300-400萬人民幣或者港幣，即係佢唔出街嘅，根本做完已經嗨到傻傻地，跟住瞓醒，所以我整扮靚靚又翻工，根本就喺酒店嗰度住嘅。哇！去完睇下，原來真係，跟住我點解會咁旺，而家咁慘咧？即係柬埔寨，我都唔明你香港你家出嚟做乜嘢？我夠膽講啊！全世界最貪污嘅國家，即係我所認識，我去到好多國家，30個我都起碼，柬埔寨最貪污嘅。由我一落機啊，已經的士佬、immigration、警察，因為我哋警察接送全部，跟住去到酒店呢啲服務生，跟住我坐監噶嘛。我即係如果有興趣有時間講咧。監獄、法官、律師，冚唪唥要問小費。咁去呢一個即係柬埔寨做乜嘢？到今時今日，柬埔寨係舊年先至有條好稍為好啲嘅高速公路，就係、我唔記得譯咗，就係金邊去西港嘅。以前咧就好似40年前嘅大陸啱啱開放一條嗰啲係咪石屎泥？兩邊嚟嘅，就係咁樣噶啦。根本柬埔寨都好大噶嘛，全部呢啲咁嘅路嘅啫，包括咧。緬甸、老窩，仲有度邊？呢四個國家係呢四個，我一陣間會記得㗎。緬甸、老窩、泰國。老咩啊？老窩、寮國係啦，即係呢四個近住三國嘅。即係點解會發展到哇？你我一段有時間，我可以講俾 KK 樂園㗎。我救過幾個人，我就因為我即係若果知道個情況咧，主要係啲黑社會做咧，同埋好多牽涉好多大陸佬，因為佢哋啲呃人啊。但係講到係有冇嗰啲活炸器官冇嘅，因為咧好多人咧就係講，如果有興趣聽，你哋多啲同阿康正或者同波爺講，我攞咗啲好實際嘅資料，即係你知唔知活炸器官係你要揾一啲好叻嘅醫生，唔係我而家林康正鋸咗你個肚攞，唔係咁簡單㗎。第一你而家係爭我錢。活摘即係整醉咗，你揾個醫生，個醫生要識開刀，邊個位攞個胃啊，邊個攞個肝，跟住攞完之後你要 frozen， 你要擺幾耐？你啲醫療設備係要好投資好多錢噶嘛？邊有咁容易啊？夾咗你又劏咗你，即係啲人咧以訛傳訛，因為啲人講嘢誇張啊嘛。你講一個邊人哋就係求錢，你嗰啲嚟做乜嘢啫？啱唔啱啊？唔需要嘅，即係嗰啲有慢慢講啦，講下點解我要去柬埔寨啦，即係唔值得去嘅呢啲國家，根本就同香港你睇下啲有機會有我相信好多人去過柬埔寨。你話除咗嚇金邊去西港條公路，
得嗰條咁靚嘅公路，就算你而家去緬甸啊、去寮國嗰啲，都係好渣㗎咋，即係唔係有咩 flyover， 全部嗰啲路啊都喐親咗六七個鐘㗎、我去嗰年咧，我放完監出嚟，2020年六月有一個大水災㗎，落雨嚇死人啊！平均而家去金邊去西港大約200公里，居然可以行咗10個鐘啊！道道都水浸，啲路啊凹凹凸凸嘅，而家起咗嗰條高速公路好啦，一個鐘就到啦。因為嗰度大概200公里，你要等啲進步等幾耐啊？啱唔啱啊？好啦，我點解去柬埔寨咧？頭先就係有人話俾我聽咁容易揾錢，我諗住打份工都好啊，話咁好，原來佢係坐女嘅啫，因為我都唔明坐鴨嘅，即係我梗係做唔到鴨啦。跟住原來咁好揾嘅就係賺下小費都好啊。咁我去咧就幫我大哥。即係我喺澳門都有賭廳噶嘛，即係我都熟賭嗰啲，佢又唔好生意。嗰、那個賭場係全而家執好笠啦。喺我2019年去嘅，佢又係遲咗。佢2019年就六月份啱啱裝修好做。大家查翻個日子咧，全個柬埔寨都知。2019年嘅8月18號，撈家仔咩人都知噶啦。就係、是、咧，中國派咗超過1000個公安去拉人。即係點解會拉人呢？就係、是、因為咧太多嗰啲騙案嘅 deception 啊！因為全部一 check 個 IP， 哇，冚唪唥都喺以前咧就喺緬甸嘅嗰、那個好似小乜嘢小馬拉，我都約莫啦。即係呢啲資料我再攞得翻嘅。咁你就係2019年嘅8/18就派咗1000個公安就係拉人。以前我所知嘅啫，我一路問人嘅。以前西港一個好小嘅漁港，得幾萬人住嘅啫。後來中國咪發展一帶一路嘅，就係話由雲南嗰度一路會一帶一路咧，就經出口就要經西港。西港係一個好靚嘅港口嘅，即係嗰度咧就哇就好多中國人想去投資啦。跟住咧就好多人哇又吹啦，就話西港發展得好多，根本西港仲細過氹仔，即係西港啊唔大嘅一啲都。而家啲爛尾樓啊多到不得了，因為吸引咗好多人去，好多啲老細又係賭錢輸錢，即係你要聽呢啲股就大把，即係係真嘅喎。點解咧？喂，譬如我而家林康正，我你有份認職做啊，我俾100萬你賭啊。嗱，有一個好簡單嘅張繼科，我打乒乓波嘅，大陸噶嘛，俾500萬佢賭，輸完錢要佢還1000萬。冇所謂，你知唔知你一去到柬埔寨咧，或者緬甸嗰啲，你要俾 passport 佢嘅，係方便咩？方便你過關，因為咧，喂、哎，你攞我揾嚟差人嚟接你，好威噶，接完 BBB 咁啊過關，但係你嗰個護照已經喺人哋嘅手噶啦。你贏錢，如果譬如你假設贏錢，佢俾你走嘅，大家唔多啦。如果你贏得多，即係覺得個賭場嘅好多賭場都冇錢，你贏得多，好啊，你繼續賭，咁啊揾啲女陪你飲開心水。食大麻，食茄粉，飲到醉翻，哎，賭錢啦咁，賭完錢有冇出老千？即係我唔敢講，因為我都做呢行，嗱90%有嘅，或者當冇啦，當冇咧，因為其實賭百家樂咧，好多人就輸咗個人性啊，識賭嘅知㗎啦，頭先阿蘭姐可能都知嘅，你贏少少你就走，你輸就大撚鑊啦，你肯定係攞籌碼攞到咧，到你醒咗嗰陣時，你輸咗500萬，我都冇玩咩冇玩過啊，跟住影住你去玩，你根本就唔知道嘅。當你贏了錢少嘅，我俾你走。佢係當我做 promotion， 你話俾人聽，你哋個個話贏錢冇得攞走，梗係有啦。好啦，到你輸咗啊，咁點啊？你個護照喺嚟度噶嘛？咁咪就係行騙就係因為咁樣開始啦。你唔該你，喂你嗱，唔好講利息先嗱，你爭個500萬。你唔該你打電話，你啲親戚朋友乜乜睇下還到幾多錢？係啦，唔係真㗎。你咪都還得足，你咪放你走咯。你咪問下咧，中國人咁多，張繼科，你問下佢點樣走咯？或者有個大粒佬擔保，佢一定有一個人肯擔保，佢依班人就有權收到嘅。其實香港都好多㗎啦，但係香港人都好聰明嘅，即係呢啲已經好少去嘅，因為大陸嗰、那個、那個市場啱啱起啊，變咗啲人都唔叻啲。你而家睇下，其實澳門人唔多賭錢㗎，因為澳門太多輸到爆廠自殺又有跳樓又有，跟住就到香港啦。香港人都好聰明㗎嘛，開頭就係頂咗澳門人唔多，到香港做香港咧，而家就俾大陸佬冚曬香港啲人。其實香港人去賭錢都好叻嘅，即係唔會話即係傾家蕩產嘅，就係、是、大陸人就係、是、大陸人就用條命去搏嘅。
因為他本身都冇錢噶嘛，你見到佢拎攞命去搏。香港人只係喂我揸住10万，我咪到8万咯，我都留翻2万蚊食飯啊。即係香即係讀你讀書，即係有學識嘅人啦。因為我又去過歐洲，又去過拉斯維加斯，去過好多地，即係大國家。你去拉斯維加斯去過嘅人知啲鬼佬人咧，咪好多嗰啲個套女郎，整住啲啤酒唔使錢噶。咁你只要揾1蚊2蚊一鋪就得噶啦，攞個啤酒嚟。外國人就算去到英國又好，有賭場都係嘅，即係人哋讀完書嘅人覺得揾錢咁難，我點解喺賭錢會輸咗佢啫？但係中國就棘手啦，因為嗰啲人咧就中意搏嘅。你點解而家恒大出事啊？咁多出事啊，就係、是、個個中意搏嘅。我都唔明點佢去到20000多億，淨係恒大。喂，仲有咧？咩碧桂園呢？仲有咩介紹業都喂唔敢講啊，多到不得了啊！就係、是、因為中國人太中意賭啊！嗰、那個哇，而家棘手啦！即係而家咧，哇！你又繁榮咗30年啦，而家有排捱。即係而家嗰啲股票啊、樓啊，點樣點我唔敢講咧。咁我哋入翻正題講翻，即係柬埔寨啊，講個夜總會啊。好啊，今日好多謝啦，咁又有江少，有蘭姐，又有阿細哥啊。好，有機會我哋都即係。OK， 再傾個偈啦嚇。Thank you， 有緣再聚，有緣再聚。好，拜拜。
日日就餵你啊，因為真係太崩緊。